再来一锅。喝吧，喂你嘴里得了，死丫头，这嘴都不带闲着的。林睿，啊，你怎么这么晚回来了？啊？哦，我回来有点事儿。哟，什么事儿啊？不是，你怎么这么回来了？你衣服呢？哦，我衣服今天走得急，落医院了。我今天做了一天手术，太累了，我先进去睡了啊。哎，你是不是跟陆芳宁吵架了？吵架？我怎么可能吵架呢？妈，没有吵架啊。合适了，拜拜拜。那你快歇着去吧，饿不饿呀你？不饿不饿。林睿怎么回事啊？大半夜的回娘家？什么话呀？什么叫大半夜的回娘家呀？他是一大小伙子，回趟家都不行了。他说的也没错，你是他娘啊。大姐，你回去睡觉吧，这么晚了。哎呀，我也回去睡喽。你不睡啊？还吃啊？睡觉了？不。这孩子。左念腿行乎点事儿，你看那林睿一大早上就开始干，从这边到这边，这边的来回的擦来擦去，多长时间了？擦个桌子挺正常的吧？什么叫正常啊？这正常吗？哎，那上次这个样子是什么时候？上次什么时候？没这时候。没有，雅芝，去，快去问问。我不去。去呀！你看，哎，林睿，你是不是跟方宁吵架了？还钱。打扰了。你看，我就说我不行吧，非我去。你去，我他从小就听你的话，你说什么他都听。你是他妈，我来说。走，雅芝，走。林睿，这大周末的，你不在家陪老婆睡觉，跑这儿来干嘛？儿子，你别干了好吗？你说你这一大早晨的，从这儿擦到这儿，又从那儿又擦回来，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的。孩子，来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啊，好不好？乖，听话。嗨，妈妈，大姑姑，小姑姑，你们的儿媳妇来喽。你来干嘛？来，帮我把东西拿进去。哟，哎，方宁来了。嗨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哦，啊，我一会儿呢会去看一个我住在附近的一个朋友，他的小宝宝呢刚好满周岁，这些都是我一会儿带过去送给他的。你还有住在这么普通地方的朋友啊？当然。行，那你们坐吧，我去给你们弄点水果。哎，妈，你坐。等一下，坐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嗯，
这个是小朋友穿那种小袜袜，小舅舅穿在里面啊，好可爱哟！哦呦，软软的、嫩嫩的，不得了！哎，妈妈，你看这个是干什么的呀？哦，这应该是给小宝宝整脑袋的。嗯，小脑袋搁在上面，想想就好开心啊！哎呦，这个也好软，妈，你摸摸。你都把人家东西都拆开了，你还怎么送人啊？哎，没关系，一会儿装进去就行。哎呀，我一想啊，小朋友那个小胳膊呀、小脚呀，就跟那个小莲藕一样，嗯，软软的、嫩嫩的。哎呀，哦，他们还会蹬小腿儿，还有撑胳膊。哎呦，小小心就要化了。你喜欢孩子啊？当然了，妈，你将来呀，要是有了自己的孙子孙女，一定也会特别喜欢的。看看，嗯。林凌睿，妈，你还记得那个牌友吗？哪个呀？话少，出牌快，总是让你赢。自从有了孙子之后，就再也叫不出来了。你上次不是跟我说，他还哭着告诉你，有了孙子之后就是尿布奶瓶不离手，天天哄他到天亮吗？所以你觉得有小孩很麻烦是吧？真的很麻烦。啊，我将来啊肯定不会给你们带孩子。哎，大姑姑是不是啊？啊，对，我们不带。妈，哎呀，我没有。啊？哎，你不是刚才说，你不是？哎呦，妈，算了，这种事情，你还是去问林睿吧。什么情况？这都是啊？什么？这都什么呀？嗯，方宁啊，哎，去过去坐，过去点，让我坐。方宁，哎，来试试这茶。谢谢大姑姑。这个是我上次采风的时候亲眼看着老农炒出来的。大姑姑，我最近正在备孕，不能喝茶。啊，你看，好多人觉得像我们这种事业心强的女性是没有时间兼顾小朋友的，那其实这是一个误会。你看我，这不就是为了迎接她的出生做足了功课吗？因为为母则强，孩子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说对吧？大姑姑，他不喝我喝，我先替方宁道个歉。他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没有孩子的女人就软弱，人生就是不完美的。我没有这个意思呀。哎，我知道，我不会放在心上的。其实有个孩子的确是蛮好的，嗯，但是像我这样选择不要孩子，靠自己生活，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。当然了。对了，方宁，嗯，你的语文水平也实在太差了吧？为母则强，不是这样用的。小姑姑，小姑姑，这儿呢，来，过来坐，来来来。小姑姑，你最近不是在忙着找工作，要到网上投简历吗？投简历？快去吧，别耽误了。哦，哎，小姑姑，投简历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小姑姑和前夫离了婚，孩子归前夫。你说话可得小心点儿。